们先把门窗加进来哦。哎，各位，你想看现实生活里面，我们盖房子，门跟窗是不是都要先预留那个位置出来？啊，如果你要改，有没有很麻烦？非常麻烦啊，对不对？要打掉重来哦。在使用占地不用哎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千万不要为了我要在这里开一扇门或开一扇窗，然后就墙壁就分这里画一段，这里画一段，你疯了。嗯，千万不要这种麻烦。来，你帮我找一下你的类别里面，类别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门和窗？有看到的哈，门和窗有了。好，点下去，里面都是门窗，可是重点在什么？重点在你看哦，这个是三层法国玻璃窗，按着丢出来，只要你靠到墙壁，靠进去。哎，好的，真的吗？你看一下有没有透明的，这样很过分吗？不喜欢这个位置你就让它动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开玩笑，改门跟改窗跟吃饭一样简单，你就自由移动就好了，这样有没有简单？看你要改到哪里哦，所以自己都可以先设定哦。所以你帮我找一下门和窗那个类别，嘿，这样有没有了？前提就是你要靠到墙壁，你又拉出来就没有哦。拉出来那是不是就独立的？可是你靠进去墙，它就会自动帮你靠进去。那顺便大家看一下，你知道在室内设计里面这样子代表什么意思？门是不是向内开？啊，我们可不可以向外开？可以。旋转门，你怎么想到这么复杂的？哦，我都想不到，我只要把门或窗往外靠就好了，有没有就出去了？往墙的外面靠，往墙的里面靠，有没有就变往里面了？这样简单吧？请问可以开门吗？哎，不错，这位同学已经学会了。我问可不可以，都说可以。门点两下或窗点两下，都。如果你是比较新的模型，你有看到这个选项？修改开口有没有？恭喜你，你是可以开门的。但是有些没有啊，有些比较旧的模型没有。好，你只要有看到这个，你看，按进去，有没有这个门？还有它是 3D 哦，所以你在空白地方你可以转，有没有？转不同的方向，重点是要开门啊，门要打开啊，有没有？推一下就开的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你可以转角度哦，因为有些角度你比较不好开门啊。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哦，不是每个门都是这样开的，它有那个拉的，也有一种拉的。好，所以如果你确定了，你看我按确定，再按确定，下面有没有开门的？这里是门就开好了。按那一下喂 ，A 哈，丢丢丢丢。所以你看我找一个那个水平开窗的，我看有没有那个水平开窗的。哦，有有有，那个平移窗这里有。好，你看我丢出来，丢这边好了哈，按那。好，一样点两下，都都。哎，看着，找错人。有修改开口，这个就没有推出去。那有没有水平开？对啊，这样有没有感觉？他做的还蛮灵活的。其实我跟各位讲，刚刚你们不是有找那个人和动物吗？哎，人跟动物里面应该有四个是可以调整姿势的。对，你找一下，应该是这个女人，有没有？这个穿这件衣服的女人，还有穿这个的男人，这个还有有一个小朋友，这个好像也可以。你如果不确定，你就把它丢出来。你看，把这个人丢出来。好，在下面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就点它两下。但是因为是人嘛，它就不叫修改开口，叫修改姿势嘛。丢啊，你看，举手，对不？哎，啊，但是这样要挥挥手不好挥啊，怎么办？换个角度，你看，安呢？你要换角度哦，因为如果你这样子手就拐拐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拉回来，有没有？记得 3D 最重要的就是要会换个角度看东西，
因为你是 3D 的，如果你都固定啊这个角度啊，我这样脚就不好抬啊，有没有？你看啊，这里要弯回来你不好弯，所以我就会怎么样？按 A 好不好？啊，按 A 好，那我再来转，有没有？啊，这样不好转没关系，来转到这个角度啊，再不好转来按 A， 有没有？终于可以转了。一定要换角度思考，很重要，好吗？哎，你如果不会就惨了。好，然后这里拉开，拉回来，对吧？啊，你不要做那个不人道的姿势哦。你看，这样有没有？你要调什么姿势，是不是可以自己调？好，确定，确定，你看，调好啊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也要调多歹。你自己跨过去就好了，可以吗？啊，衣服这些都可以换。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是学习标准的 3D 软体，这件事情多么困难，对吧？好，但是我们在使用 3D 里面，它好像这样子。好，啊，其实说真的，不是只有门跟窗或者这个人可以做，它里面还有什么笔电啊，还有什么洗衣机啊，它有一些新的模型，它都可以做这些所谓的修改开口。那另外，你们如果去那个大卖场，你可能会看过一个，那个在杂项，在我们那个类别里面哦，有一个叫杂项，这个有一个人，你可能有看过人家摆在桌上的，我看一下，在杂项里面，哎，我靠，哦，在这来，这里有叫模特杂项哦，哈，哎，如果你真的找不到怎么办？打中文呢、啊？有没有一个搜寻？搜寻资源中文哦。但是你要搜寻的时候，要麻烦大家注意一下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在杂项里面打关键字，那它只会搜寻杂项这个类别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平常我如果要搜寻，我都会切为什么？全部，这样我就可以全部类别一起找，这样清楚了。你用线上版一样可以用，好，只是说那个模型没那么多，这样子而已，这样理解吗？好，好，那你看这个，你们有没有看过人家买过这个？这个木头做的，有看过吧？有。哎，你就点两下，都都，有没有一样叫修改姿势？啊呢？你要跳，头蛮叮当呢。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说，哎，我就是需要一个啊坐姿，你就自己调整一下。但是我跟你讲啊，他为了方便啊，我要自己调坐姿，好难调哦，怎么办？你如果用这个，你看右手边，右手边有没有一个叫做预设模板？哦，立正站好，没有，马上立正站好。然后呢，双手抱胸。这样有没有比较快一点？这样可以接受吗？你看，有坐着的，有没有？还手还要靠着桌子，哦，这样模拟一下，有比较简单呐、啊。你就说先有基本姿势，你再做就好。还有二郎腿的呢，翘二郎腿的，这样没问题吧？所以我觉得他就还蛮有创意的哦。这个各位如果有需要，你就自己玩一下 ，OK。好，那这个门跟窗，这样大家会咯 ，OK 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姿势也会了。